被抢光光，我的 store 里面应该是找不到这个颜色，因为显瘦。对啦，这个是说今年是非常流行这个灰色，一它是显瘦，二它是代替了黑色，没有这么的沉闷。比起黑色，它是比较轻盈一点，可是它整体又有非常显瘦的那个效果。它的灰色呢，它是。它不是那种非常暗，它是带点亮亮的那个灰，所以说我们这个灰啊，之前尤其那个连身裙，很多顾客都在讲这个颜色。那那个呢就没有了哈，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带走这个套装，可以顶着隐形上去，我每次讲，所以说这个一套啊只需要98可以带走。先拉伸下你们看啊，在我的上身效果上衣还有这么多空间，拉伸是可以去到蛮大，因为它是属于大弹腰，这边一样它是属于 rubber elastic 啊，没有拉伸的话它是有这么大的空间，然后拉一样是可以去到蛮大，裤子裤头也是一样，拉伸的话一样是去到蛮大的，然后穿在我身上夏威夷还没有拉伸已经是有这么多的空间了，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套呢是属于 SML 或者是小 L 的顾客都穿得到，下单打扣跟 color 不要打 size 啊，最深的颜色就是我身上的灰色，面料是很舒服很凉爽的那个 cotton 面料，一样的这个它这个整套啊，上衣加裤子98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今给你看完所有的颜色先，我身上穿的是 pastel green， 然后这个是 coral color， 还有点 coral peach 这样子。这个是 lilac purple， 再来就是 greenish brown， 最深的颜色就是助理身上的 charcoal gray。先看它的款式先啊。它肩膀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要多一层，对，完全不一样啊。衣服是属于比较有款的。对了，上应该说这个上半身它的款式会比较多 ，OK。袖子这边是这样子多车一层，这样子有款式。然后腰围这边呢，它是可以拉伸的，来，它可以两种穿法。上衣啊，它这边是这样子有拉伸的，如果你完全没有拉伸，你这样子放松掉啊，它就是一件这样子直筒的上衣 ，OK， 比较 basic 这样子直筒，对，完全没有曲线，就是直筒的上衣。然后如果你想要有曲线，它的长度也刚刚好，不需要大印了的啦，这一件不需要大印，它做出来的款式，就你没有大印的话，你想要那个大印的效果，你就把腰围这边这样子拉一拉，然后你这样子凹翻凹进去。它就很像一个大印的那个款式，裤子整件裤头是这样子 rubber elastic 的，加上啊，这个厂家有听了我们的 feedback， 就是之前很多它的裤子它会比较贴身的，这个呢，这一次它一样做的比较宽松的，就是裤管啊没有这么贴的，所以穿了会更舒服，有更舒服的感觉。口袋左右两边口袋是方形的，转后面给你看，后面是这样子的。基本上现在助理讲了，它这个是比较夏天的颜色，它这三个这两个是比较 bright 的颜色，是有这个 coral color 和我身上的 pastel green， 然后比较沉的颜色就是比较素的颜色，比较冷系列就有 greenish brown， 和助理身上的一个 charcoal gray 是比较深的，再来就多一个这个 lilac purple， 五个色 XXL 90哎 XXJ 08价钱是98 ，OK， free size， SML 的顾客都穿得到，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属于长，它裤子是属于长裤的那个裁剪的啊，然后裤子这边呢，裤管啊，裤脚这边是这样子有 rubber elastic 这样子修裤管的，修这一个裤脚这一边，面料是很舒服的，还有像我们之前讲的，很多时候外面卖这样子的套装，他们的裤子啊。里面是毛毛的，这个是没有啊，是这样子刷滑的，很舒服的，就对。总之你买不到之前的款式，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款式就对了。我身上的 pastel green， 然后我就换。你要不要夏天的感觉？你带走这个 pastel green。对，青色来讲，就是整体是显白的来，显白就是非常适合夏天的颜色哈。Absolutely 的是 green 和 pastel green 两个色我就换这个coral color 给你们看，比较 bright 一点 ，bright 的呢一样会有显白的那个效果。所以说有裤子呢，它基本上裤子的裁剪 XL 的顾客是穿得到。如果是否那些 XL 的顾客，你的上围没有超过100哈 ，OK， 这个你是穿得到，因为它这边就像刚才主播讲的。它的裤子这边下半身它是属于比较宽松的那个裁剪，最深的颜色啊就是我身上的 gray 啊， OK， 我就没有，我就拉紧了，让它比较腰间会比较有曲线，这样子你就不需要大边了。所以说你们之前找在我们家套装一直以来就是买不到，还是买了然后之后要到回来找没有的，你可以考虑这个是纯新的款式。它特别就在它上衣啊跟以往的不一样，因为它上衣这边 OK
是这样子折进去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上半身的裁剪它是属于比较有款式。我们之前它都属于比较 plain 的嘛， plain 这是属于肩膀这边上半身会属于比较有属于一个比较有款式的一个那个裁剪哈。再来打 cotton color 啊，这个不用打 size free size， SML 或者是小 XL 是可以。for XL 的顾客，你的上围没有超过100可以啊，因为裤子拉伸了，可以到80多，可以还可以再多这么多，所以说 XL 顾客你的上围没有超过我们提供尺寸，是可以啊穿得到啊这一套。所以你们看啊，穿在我身上不会有太贴，可是穿在主播身上也不会松，是因为它有那个带，给你们就是说微松它，你把它拉紧了就好了，就不会有说上身有非常松太大件的那种感觉，是不会哈。来，我身上换了这个 coral color， 比较显白的，来比较 bright 的颜色，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个 coral color。套装来讲，应该说这个 coral color 是第一次有啊 ，OK， 比之前呢、啊、都没有过这个颜色，之前有过很多次是 pink color 啊 ，baby pink 啊，还是 dusty pink 啊，来了 pink 之类的，可是这个 coral color 是没有过。你要显白 ，OK， 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个 coral color。你买这一套回去啊，你衣橱里面肯定没有这个颜色啊 ，OK， 很松、很棉、很舒服的面料 ，OK， 这个款。基本上啊，这个厂家它的 cotton 面料都是很舒服的，就对了。没有试过它这个厂家的套装啊，你试了之后啊，你就会中毒了。OK， 袖子这边像刚才讲了，它这个款式呢，它的款式 more to 在上半身。基本上裤子来讲都是比较 basic 的那种 jogger 的款式，然后裤管裤脚有修裤脚就是 rubber elastic 的那个裁剪，口袋啊左右两边口袋是方形的。这件上衣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选择穿这样直筒的，还是要有曲线，在腰围那边有曲线都可以 OK。 如果你完全不想穿约束感啊，不想它勒着的啊，你这样子完全不要拉它，怎么拉它完全不需要技巧的啊，就是这边它腰这边上衣腰这边是这样子有 rubber elastic， 你可以 adjust 你要的那个腰围的那个宽度，你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拉了，然后 lock 在那边就好了，不需要 tuck in 啊，这一件上衣不需要 tuck in， 可是它就可以给到你那个 tuck in 的效果，你稍微把它拉紧一点，它就会更有曲线在腰那一边，在腰间那边会更有曲线，就微微拉紧的这样子翻折进去，它就很像 tuck in 了这样子的款式。转后面是这样子的 ，OK， 最 bright 的颜色，它 bright 的这个 coral peach 啊，这个 coral color 它不是很亮的，它一样是那种属于很 soft 很柔的那一种 coral color 就对了 ，OK， 比较 bright 这两个色相比之下 ，pastel green 和这个 coral color 会显得更白就对了 ，OK， 我身上的这是 coral。这个是 pastel green， 然后有 lilac purple， 还有 greenish brown， 我先换 lilac purple 给你们看先。想要找套装的，之前错过我们套装款的，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款式。你分开买的话，才40多，也是非常划算。OK。需要上衣不要裤子的通知我。我把裤子留给妈妈。如果说有人要上衣不要裤子的吗？可以留言我们哈 ，OK？ 可以留言我们。基本上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它的上衣啊，如果你单单只是买上衣都要55啊，基本上最便宜是55啊59这样子的价钱，然后裤子最少要69还是75，可是现在整套啊，我们之前上衣是卖79啊，所以说这个一套啊，我们常讲98的价钱，差不多就是买裤子，然后半衣是半买半送的，对，半买半送，上衣是半买半送就对了，因为真的很划算，你单单只是裤子。
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有一些款式是卖到89、79 ，OK， 这一个现在整套上衣加裤子才98 ，OK， 一样这个 minimum selling price 由厂家规定必须要卖的价钱来，我身上换了 Lila Purple ，OK， 款式XXJ08 价钱是98 free size 啊 ，SML 的顾客或者是小 XL 的顾客，检查了上围上衣穿得到啊，裤子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裤头整件是 rubber elastic 的，我身上穿的是啊来了宝宝，转对是后面是这样子的，上衣一样是没有拉链纽扣啊，穿的时候就这样子从头套就对了，只要找这样子 casual wear 的套装啊，这一套啊这一期必须要带走的就对了，因为现在款式的套装包还要等多久哈、啊？助理最深的色就是助理身上穿的 charcoal gray， 这个五个色里面最深的就是还没有，就是助理身上的 charcoal gray 唯一一个比较深的颜色，我去换 grayish brown 给你们看，这个 grayish brown 也是蛮一段时期没有了 OK，所以说之前错过了的还是你正在找这套装的 OK， 可以直接带走几个色啊，最深的颜色啊就是我身上的这个啊 gray color， 这个色是今天非常流行的啦，我之前本身非常喜欢这个灰，因为它的灰是带亮面的那种灰啊，不是那种暗暗沉沉的、啊、所以说最深的色啊我们这一次就没有了深蓝色啊或者是黑色，它就是用了这个灰色来代替深的颜色 OK， 所以说考虑这要带走黑啊深色啊可以带着我身上这个 gray color， 对我来讲因为常常我们就是说啊会有黑色吧，你们想带走几个色啊，对我来讲 gray color 你一定要带走，为什么它下半身和上半身 gray， 所有如果你带有两或者是三套你想穿插来穿，它所有的上半身下半身都搭得到，毕竟它这个它是属于比较深的颜色，所以你看搭这个 peach color 或者搭这个 OK 青色的也是可以搭得到，还是主播那个 greenish brown 还是一样是搭得到，所以说你想这带有几套的，我就建议你们这个比较深的颜色一定要带走，然后四个浅的色就看你自己本身喜欢哪一个色号。来我换了这个 grayish brown OK 灰褐色买一个17套装啊，没有这个颜色了，因为之前就是比较 soft 的颜色啊 pink 啊，像我刚才讲的 pink 啊蓝啊baby blue 啊 sky blue 之类的，这个 grayish brown 是蛮一段时期没有了的 OK， 最深的色就是助理身上的 charcoal gray， 你要不要冷色系的啊，这个 OK 不要冷色系，没有这么 bright 的颜色就带走我身上这个 grayish brown，或是 SXJ08 价钱是89，五个色啊，套装上衣加裤子，你买的时候是必须一套这样子买啊，上衣什么颜色裤子也必须要是什么颜色，不能够说、我上衣要这个色然后裤子要另外一个色，不能啊，这个是必须一套同一个色系这样子买回去就对了。 Grayish Brown Pastel Green Coral还有来了宝宝加助理身上的 charcoal gray 套装上衣加裤子，很舒服，对，五个色，很舒服很凉爽的 cotton 面料的套装，所以你找的套装呢你之前没有买过的这个啊买带走是不会后悔的，因为这样子的套装我们基本上我们的 warehouse 里面是完全没有了的，所以说那个颜色要怎么分呢 OK， 我跟主播上的这个可能你们啊考虑这个对我讲是二选一，那么另外三个色就看你要去的场合 OK， 因为这如果你说比较属于夏天的颜色是这两个 OK， 这两个那么呢你说想带一点女人味一点点想要比较显瘦可以考虑带走紫色，所以说有五个色供你选择 OK， 五个色啊，最深的颜色就是我身上的 gray OK， XXJ08 价钱是98 free size SML 或者是小 XL 的顾客都穿得到 OK， 你的是 greenish brown 来了 purple， 可婷你的是 pastel green， 然后是 Miss Lin 你的是 charcoal gray solar，基本上 store 里面是没有套装的，没有啦，尤其是这样子长裤的，因为长裤的套装是比较少有。为什么长裤套装比较少有？因为厂家对他们来讲成本要更多 ，OK， 可是呢卖价不能够高到去哪里，跟那种短裤的卖价很接近，所以他们很少要做长裤的套装，就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OK。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下一个款是 Bitter 的连身裙 ，OK， 或是 LDF0，忘记了，肚子很饿，最近在减肥，吃太多榴莲了。